脚踏车还可以变身成手推车，甚至可以让你遥控跟着走。昨天刚刚获颁为台湾十大杰出发明家的萧世奇，他就发明了一款能够骑、能够推、还能够遥控的折叠车，让你骑着脚踏车出门逛街完全不用费力。开之后呢，要折叠就直接这样拉过来就好了，很省，非常省。外表看起来跟一般的小折没什么两样，那么到底是什么样厉害的发明，让发明这台车的萧世奇可以获选为台湾十大杰出发明家呢？像这样看起来像是一台普通的自行车，但是如果当我们把它折起来，这样子就变成了一台可以推的购物车。除了自己推，这台小折最厉害的地方就在于你可以一边逛街一边遥控让它跟着你，既不用出力又不用担心停在路边会成为小偷下手的目标，不需要去找停车位，所以在不管是在时间或者金钱上它都可以做一个节省的一个解决方案。随手遥控让小折跟着你啪啪走，既可以节能又不会成为民众带在身边的负担。